大壮第一次见电风扇，看吓得躲到餐桌底下了。壮，电风扇会摇头，害怕是吧？电风扇有什么好怕的？电风扇一转头，他都害怕。咋了呀？你还没过过夏天呢？我没有吹过电扇。大家好奇的未了，看他吃了，赶紧吃，好吃。在这儿，他走了菜。电扇也好奇。那搞的有点多，到哪一块儿？